我今年13岁，我是15岁的日本混血儿，我是 Per Six 的紫嫣。我希望他们透过这个节目，可以看到更不一样的自己。我相信在这个节目的过程里面，你们都会收获很多，会进步很多。未来少女 TVBS 42频道。